架。来哦，我们要拍之前，我们刚好看到很特别的一台车，这是德利卡。德利卡，哎呦，两台都一样的。对啊，两台都一样的呢。是。而且上 logo 了。是的，因为它已经上了颜色了。如果它不是白色的底，所以如果上我们的白色那个太阳的话，嗯，会颜色会很突兀。所以我们最近开始像德利卡啦，像他们已经有上过色的呢，我们就会开始选择用这种模式。哦，后面也有。来问一下，这个 logo 是送的吗？其实是有计费的。哦，有计费的哦。是。哦 ，OK。当然，这个因为还是有成本。有成本哦，好了，我们就是成本给客人就对了。但我们那里有一台啊，嗯，你说那个 Thomas 的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Thomas， 来看一下哦。哎，这个是这个以后如果车距的话，就是所谓的 Prego 家族了哈。啊，是的。啊，对不对？像这个呢，也有一点特制化。哦。它那个，它是一个做兽医方面的医师，所以他就用他的。哎，这一台有，然后这一台他妹子也有呢。也有。哦。因为他们是银色的，刚好是银色的。我也之前都海力士跟他妹子，现在连德利卡也有。德利卡或者是这个 Thomas 都有，不错不错不错。开始像这个这样子的小改款，为客人做一点他的个性化或者他的他想要的部分的一个客制化，就帮他稍微改一下。是，所以一样是用这样子的轻松玩。嗯，了解。等于是我们的 Lego 的家族。对 ，Lego 家族哈，那我们 Lego 家族哈，在十月的时候会有一场车聚了。是的。对，欢迎各位来路过参观。在苗栗，因为这个是家族的，因为这个是哈家族的车距了哈，是，他就外人没办法参加了哈，是，这个很抱歉。那当然，我们欢迎来路过参观，好，欢迎欢迎。哦，对啊，如果你想要参观 Prego 各式各样的车辆，可以在几月？10月28、29。没办法，真的是大大妈，我在考你看你还不记得？有记得有记得。说真的，我也记不起来，这个我们家老板娘才记起来。哦，那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这一台 T5 好 T5 转轴哦，这是 T5， 所以他是买旧车来改啊。对，哦，对，那改的部分呢，就是一样，就是有柜子，虽然那个地方的空间不多，但是我们觉得可以利用的，还是要利用一下。这个是 T5， 每一台好像 T5 都是这样子，是哦，它的柜子就是不大了啊，搭配它原来的灰色系列。所以这个椅子呢，也是灰色系列。嗯。那特别是在那个T 系列的部分，它的旁边这个地方比较高。哪里？这个地方比较高。哦。所以我们的椅子椅脚架会稍微高一点。是。不过还好，就是说它能 T 系列的部分呢，里边的空间比海力士也要高一些。你说这里面空间？对，是没错，比海力士要高一些。嗯、其实 T6 的。应该是说 T5 或者 T6 的长轴，是它整个里面的面积跟海力士的面积是一样的，因为它比它长，比它高，那海力士比它宽，就这样而已。海力士是赢在宽而已，它可以横睡。啊，对对，那两个人我没有给它换算起来，其实 T6 的长轴或者 T5 的长轴跟海力士的空间是一样的。是。好 ，OK， 好，然后再来算面积的意思。嗯，对，算面积的意思。那这一次特别跟大家介绍，就是关于这个面板，我们这个面板的系列也都已经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系列。那我们要不要上去介绍？因为外面还蛮热的。OK， 吹吹冷气好了。好，我们把它关起来。好，我们来。好，这样关起来。哎，里面有灯吗？边从那边开。好 ，OK， 好，那我们回来。我们现在在这个 T5 的那个空间里面的表现，好像。这样子，你看大大妈坐在我的肩，很舒服哈，正对面，然后刚好就是在冷气的那个出风口那边了哈，很凉快。我发现哈，他们真的已经龟毛到一个程度了，哦，从那个 T 不是 T，Thomas 上面延伸出来的东西，是的，越来越多了，是，这也是 Thomas 延伸出来的，也是这个概念，对不对？在冷气的面板里边，对啊，你看这个冷气的面板，你看多漂亮，介绍一下好了。你看我们这个底下的出风口的那个底下的那个线的位置，我们都已经把它隐藏在背后里面去了。看到有没有看到冷气有没有线？这个线已经都藏在后面去了。对，为了隐藏它，你要做一个框架去把它做起来。是，对不对？是。哦，而且它的颜色，我们那个烤漆的颜色已经尽量跟那个室内的搭配
能够让它变成一个色系。像这个米色，它上面是米色涂装，对不对？我们的原来的汤妹是因为那部车是白色，所以我们做白色的烤漆。那这部车呢，我们就做成米色，跟它的米色去做一个搭配。嗯，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最新的皮纹的米色系。来看一下哦，这方向拍的皮纹哦，皮纹的哦，那边光线比较好。哦，这个这个有，这是皮纹的。对啊，我这今年最新的，一样是发泡版。等于是它摸起来好像那个皮的一样，是跟皮革的那个皮纹是一样的。嗯，全部都是没有。是，那那个部分把它放低，是因为前面的座椅，它能够让它的角度更大。哦、这里就是，你看哦，注意听哦，注意听哦，我现在没有开哈、哦，是，我打开了，有声音哦，所以盖起来其实隔音还不错啦。是，哦，那基本上我们现在这边在充电，我们只有听到冷气室内机的声音。哦，因为我们现在是开全速启动。室内机啊，这是室内机是还好，是因为是开着一个、啊，那我们再把它调一下，好，调它的风量。嗯。哦，就稍微听到这个充电的声音。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对它充电。是。哦 ，OK， 那我们把它开高一点，好了。好，然后再来呢。再来，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很强调这个面板，包含这个地方我们还预留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我们讲的通用设计的概念。那将来这个 T 系列的部分，我们就都可以使用这样子的面板。那那个部分我们是保留的，有些客人会选择做那个叫做地暖。地暖系统是、哦、那个保留地暖系统，他也可以选择有地暖的，哦、或者是说他。这个地方他想要做一些其他的吊挂使用，嗯，他也可以就是把它敲了一下就可以用了，那个洞就开好在那里的。了解、啊。是，那做一些挂架，做一些吊饰啊，都可以尽量去应用这整个空间。虽然是小小薄薄的空间，但我们觉得它还是可以被利用。哎，它这个如果把它翻过来，这边也是可以使用吗？基本上因为它的斜的角度应该有一点不同。哦。所以我们是合着这个窗户去做的，为了这个冷气而做的。是，因为你看哦，我们冷气在安装的时候、哦、你看它要拉整个水平，有没有？是，它整个是平的，而且它必须要向这边倾斜的、哦、像面板这边倾斜，因为它的有跑水线，跑水线是在这边的。是，然后设计这个就是为了要给它用，它把它整个那个管线都把它隐藏起来，嗯，然后包含这整个面板的线也都在下面。嗯，不错不错不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变更，但是每天进步一点点，累积微差变巨差，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改变。我们希望是能够越做越好，好、嗯哦、越做越美、哦、是。那这个呢？这是什么？这个是水槽哦。你看水槽、哦、啊？为什么要放？这个、因为我们今天客人要来交车，我们今天才刚放好，所以我们想要把它固定好。啊、这是压重的，让它固定好。你看，各位看一下哦，你在。坐露营车的时候，不可能看到这种那么长的水槽，这根本就是为了这个而设计的，是，就完全都是客制化的，对不对？如果说你今天你做了一个这个东西，嗯，那你要去找这个水槽，根本找不到，是，对不对？是，除非你找到有一个人愿意帮你做这个水槽，哦，它可以做长宽，是，对不对？完全客制化的、哦，所以你看这个水槽就很特别，而且它还可以设计它的高度，是，哎、因为这个有一个。这个东西嘛，对不对？讲那个掀起来的那个无尽键的一个需求、哦。你看哦，像我们这样子哈、哦，如果以一般的板子来讲的话哈、哦嗯，会有一个缺点在，你知道吗？我跟你讲缺点，你看这个水槽的低这么低这么低、嗯，那它用下去的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它会喷溅出来，是，对不对？那大大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哦，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它的板材，我们就是使用发泡板。泡泡板本身就防水，所以它也不怕水。它泡在水里也不怕。嗯，没有问题。哦、oh, okay. ，在展示这个板材的厂商，它就是整个都是泡在水里面在展示的。嗯，所以你看哦，像这样子，等同它是一个大水槽，而且是它这边又有做一个防水处理，有没有？ 是的。哦，这边有做一个防水处理啊、哦，这个是一定要做的，这没办法。是。OK， 这样水才不会从这边渗下去。是。所以整个质感都很棒啊、哦嗯。不错不错，你看它这样子没办法盖哦，所以。这个一定要像这样子关起来之后，然后盖起来 ，OK， 好，再来那一格呢？那一格应该就是收纳了啦，哈。收纳哦，逆变器。这个因为、哦、车子是短轴的，空间也不是太大，嗯、那我们觉得
因为现在大家都用电都是重电用户，嗯，所以这个部分大部分都采用3200的逆变器、哦、很大哎。有些车友会问我们说，这铭文的逆变器是来自哪里？是仿制品还是正品？那其实我们要说明，它这都是来自于那个正厂的、嗯。那真正的要去辨别它呢，它有一个码，你可以上网去登录，这个你就是不用怕，买到位。哦那个我们讲的仿制品，它就一个登录码了。它每一个逆变器都有一个身份证制造。是的，哦，了解，所以不会有买到。你可以上网上铭伟的那个网站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登录。Okay. 所以您不用怕买到。贵哦。基本上我们也没有贵，但是它事实上它也是好东西的、啊。对的，也是世界的知名厂。你到哪里买都是这个价格啦。是的、哦。那只是说这边逆变器它用的比较好，然后那再来那边。这边就是小小的置物柜。哦，就一个置物空间的，哇，这个椅子设计的刚刚好。因为这个部分它是Obama活动的。因为这里没有。哦、你这样子它的活动空间会更大了、哦我们就想说您看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隔板在底下、哦、有看到了那我们做什么设计呢我们在底下还有一个空间给它用开的、啊、虽然它是只有薄薄的一点空间、嗯、我们也不想说让它的寸土寸金的地方浪费它可以从后面开吗最后面这里开还有这底下还有一个哦，这两个开哦对我们还是帮它做了小小的收纳的空间、嗯、OK 好看这里来打开一下虽然是薄薄的一点空间但是还是有一点空间、哦、这是轮拱啊是轮拱给各位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我转过来这边、哦、相对应就知道了、哦、像这样子有没有是就是一个轮拱在这里它还是把这个空间留下来那里面还是美美的哦你看板材都是美美的这可以放什么你知道放一些线材啊嗯哦对不对充电线啊什么线之类的像我们露营车上面一定会有一个充电线嗯，还有维修工具啦，什么之类的，放一些比较不常拿的，因为这台车有太阳能吗？这一台有。有嘛？嗯、有太阳能又有车充。是。那基本上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充电线就会比较少拿到。是。哦，对不对？啊，每个地方都把它保留到了。本来我们的那个在设计的时候，师傅说，只有一点点要用吗？我说要。嗯、我们呢，只有麻烦一下下。嗯但是客人呢当你来改的这部车以后他是使用一辈子对或者不是一辈子但他使用的时间是很长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概念的时候就是要用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好这是我们的用心之处 OK 好再来换介绍这一边了好那你把那边用下来、okay. 我们来换个位置好这个空间其实这里有一个桌子啦是、哦、这个桌子那各位就自己去想象一下、嗯、因为我今天没有拿上来这边就是一个桌面是那来我转过来好了来好来换、哦、我转过来这边很凉来这边就是一个桌面来我们拉这边来这边就是一个桌面对不对那你看哦其实在这里煮东西有没有水槽有一个平台水槽对不对这还有一个窗户哎，对，然后那边一个平台，然后这边一个桌面之后，比如说这个桌面到这边哦，是，我跟你讲，像这种哈、哦，开着冷气哈、哦，嗯，开着冷气哈、哦，在里面吃火锅是很舒服的一件，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哦。像这样子有没有？是，我为什么要吃火锅？因为吃火锅最方便，放下去煮就好，没有什么油烟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最喜欢在露营车上面吃火锅。哦，那是我们老板娘手艺好。哦哎、欸，那个大大妈，我们什么时候去山上吃个火锅嘛？对不对？哦、去你们测试一下我们的地暖，好吗、欸？对啊，去你们的那个什么号？哎、欸，但是不行啊，你那台没有啊。我的 Thomas 有。Thomas 没办法坐那么多人吧 ？Thomas 可以坐四个吗？四个人啊。我们下次来试看看。是。Thomas 四个人在上面吃火锅。我的旋转盘的那个模具快好了。快好了、哦，快好。好，那我们就等你的Thomas好了之后，因为你Thomas只有一组椅子嘛。啊，对。对啊对，你一定要把它打到后面去，然后前面那两个旋转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在上面吃火锅。其实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后面有一个那个加长的那个桌床板，嗯，也是桌板，在那边坐就对了。那我们的椅子是其实两面都可以对坐的。啊，对了对了、啊，可以看海，可以对坐。我们来。可以在小的空间里面也有
发挥最大的空间。十月车距的时候我们再来试看看。OK， 好，好不好？好哦、okay. 然后这边就是所谓的电工系统嘛，你坐过来一点是、okay. 哦、然后它搭配的就是你看哦，就它的一些面板然后、嗯、然后就是库轮剂是，对，然后一些控制面板，然后搭配不少的电，五百六的电是，其实现在五百六的电加上太阳能板再加上那个行车充、哎、那一定都够用了，基本上是够用，嗯OK 啦，这一台真的、哦、又看到一个改变，就是这个，看到没有，一直在改变 哦，这是叫小细节，小细节，对啊、嗯、啊，有些人以前像如果照以前的做法，就是做一个东西放上去而已、嗯、你看光做这个是不是要重新再开模啊、其实我们打板打了好几次，因为它那个 R 角，其实那整个 R 角都是铁工，你说这个、啊、你看它的一个厚度整个都是铁工、所以做了好几次就对了，对，嗯 OK 这是不是要先画过图才用，是，对啊，因为你没有画过图，你这都雷射切割出来的、用雷射切割的，是，所以这都有画图的，这都有图面、嗯、然后再去给经过烧焊，然后经过烤漆，嗯，才这么漂亮，才能够达到这些的效果，而且是一体颜色，是 OK， 加税没办法、那下一台是什么，下一台是什么、下一台有什么要发表的，我们先预告一下，下一台我们会有另外一台海力士，但海力士呢、我们也有一些纱窗啦，或者是说有新的版本也即将出现，哦，新开发了，对不对，是 OK， 好，那我们就期待，敬请期待，好，谢谢大家，谢谢、这个最后那个我们大大妈亲自来把它变大床，我们的那个大大伯又跑上去 QK 了，只好自己来哈，对不对？是的。哦。好，它就是一个，给各位看哦，它就是一个大床的模式，搞定，就这样。然后它的宽多少？123。长呢？长可以到，这是190。然后头枕放进去可以再延伸。到200。两个。215。就等于是全部的，是补满了，是哦。那这个这一次这边是没有做旋转的哈、哦。我记得我们上次是做双座椅旋转，对不对？是，它是单座椅。有旋转吗？没有，没有，这个没有旋转。它没有改旋转。OK， 其实哈、哦，这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是够用了，也不用旋转了。够用，真的就坐在后面对坐就好了，对不对？是的。哦、OK OK、嗯。这样空间其实是够的，又可以省掉旋转的钱哈、哦，是不是？对呀、啊。哦，如果需要觉得真不够用再来对再来做二次的，好。